马老师，我也是真的对你瞠目结舌哎。我不一定做得下去了，现在。要一个翻法是吗？他那个翻法是最土的啊！我不知道马龙你有多少翻法会翻呢？就戏曲的五行里边的翻法有100多种吧，从小到大。今天在现场，你能给我们展示那100多个不同的翻跟头吗？我先给大家简单的展示几种吧。好。好算了，挺后期把刚才那个剪了吧。没有，有我这个才能衬托出他这个。太厉害了！我就没有办法做100个，我就是一个都不敢。这个绝对不是一天就能够练成的。您曾经就是演武生的，对不对？10几岁就开始学戏曲了，自己比较喜欢翻。那你现在在家没事，平常还会100多个每天练一遍吗？100多个不行了，因为我现在的身体，不允许了。生病了？我这腿是现在已经成假肢了。你这个是假肢？对对对。您是带着假肢刚才在给我们翻的跟头？是的，是的，嗯。天哪！你这个衔接的位置是在膝盖？是这儿，这膝盖以下是没有的。对，膝盖以下得有这么几公分。那你翻的时候，这个承受的力量你能受得住吗？我基本是用的右腿，这左腿就是个辅助。肯定很疼。而且也就是说，你刚才后空翻的所有的支撑就是靠着一条腿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些年在网上有一个刀锋战士非常的有名，特别厉害。对，那个、我见到了中国的这个翻跟头的刀锋战士，特别棒。